都说我太低贵的，我这里看病的钱还是有的。这两年啊，退休啊都是9000到12000，很多问我这个养老金不高，我50岁辞职了，知道吧？辞职了呢，我拿了2年失业金，知道吧？是，我在想，我享受到这个劳动保障了。57岁，我拿了3年的高龄岗位津贴，这10年里面呢，就是养活自己吧，贴补家用，是这么情况。您退休金是6000多是吧？我7000不到，接近7000。哎，正常的，现在我同学啊、同事啊、退休啊，都是9000到12000啊。好单位啊，举个例子，电力老师女的55岁退休啊，许多都是12000、13000啊。他们是事业单位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读书没有读好呀。我是三无产品啊。我为什么是三无产品啊？我没文化。因为我高二79年顶替的，知道吧？在厂里仪表觉很好的，但是呢，我这个技术不行。我师兄啊，干活租三轮车出工啊，很好的。当时呢，我这个人干活啊，不来塞，交关老同事啊，对我帮助，在这里我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。就上海的退休工资呢是这样的。比我大5岁10岁呢，他们低，为什么知道吧？他有一个老人老办法，中人中办法，新人新办法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，都是2018年以后退休了，公司我也不懂啊，就高了，就这几年退休的都高，正常的两个人啊，10000块，一个男的多一点，一个女的少一点，正常的，举个例子啊，上海啊，正常开销，你又没有房贷。像我这种老破小，水电煤、物业费老便宜了，吃啊，正常家里吃啊，1100块吃不透啊，吃不透哪能吃？吃的话，外头饭店里不算啊，正常是吃不透的。我例外，因为我又抽香烟，又抽老酒，又喝酒，例外，吃小菜吃不透的，3000块，阿拉又吃不动的呀，是吧？你还有什么？3000块，你还有多少？你水电煤物业费你乱七八糟加起来好了，算税弄1000块好了，你还有钱怎么办？买衣服弄弄不要买别买几，那么人情往来份子钱，多来只有朋友董事局委了呀，或者旅游了呀，否则你这个钱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大哥啊、哦，58年的。白相了，好好叫比我结棍了。因为他房子他是汝浦路动迁啊，300买了零几年的，现在1500万房子了，那厉害了。他说没用的了，给第三代了呀，他这个钱全部用光呀，退休工资全部花光。他退休工资不够啊，他比我6000块，他要用12000了。他出去旅游啊、那旅游就花的多了。像我这种属于。比温饱好一点，就是小康，按照标准啊，大概小康大一点，可以是小康。人家当年在蓬莱路啊，蓬莱路南市区现在变黄浦区，人家当年买一套房子，买9个平方房子啊，7万块，动迁了，350，上海标准啊，最低托底的350。那你他怎么哪能不用呢？牙齿好，腿好，为什么不用呢？那可要好好的花了，可以。哎，谁在外头不想吃饭的？所以上海人正常的退休工资，两个人啊、哦，正常的比我们大的就是10000块。那么两个如果不出去旅游的，就是两个人用一个人工资，一个人钱存着，将来传说中的将来防老，知道吧？看医生，知道吧？退休的时候，我老婆也跟我这样讲啊，你这个钱啊，我们。用一个人工资，还有一个人工资成长，我是坚定不移的不成的，知道吧？侬这个题目要写好，就是讲月光族不等于特低贵的，人家都说我特低贵的，我这里看病的钱还是有的，看病的钱有的呀，你50万的50万以上的
毛病不要看了呀，看什么看了？全中国就是上海人啊，相对来说还比较想的通透的。嗯，为什么？都是独生子女，你多的钱要么给儿子要么给女儿，你全部用光好了，你一套房子给他们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我是一套房子也不想给我儿子，他能力比我强啊，他我赚了一套房子，他有能力将来他赚两套房子也有可能的，我为什么要留给他钱呢？